胡春华表示，当前中俄东北远东合作发展势头良好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，加强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对接，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。旺旺水蒸呢，它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，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，所以这个非常时期，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，雾化器还有生成机都给它买起来。当然，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啊。